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土城的游戏影片啊！我是很久没有来拍片了，也隔了一段时间啦，因为要剪接一些影片啦之类的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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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问题，那所以说还有一些很多问题啊，像是电脑出了问题啊之类的，所以搞得影片现在拍得有点很慢啊，是非常非常慢。然后呢，这样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趁这个时间赶快来拍一下决胜时刻吧。在上一集呢，我们达到了800高地还是400高地，管他啦，其实我已经不知道是几百高地啦，要我说160高地也可以啦。然后呢，在下一关呢，我们要守卫800所谓的高地，但那个高地要守非常的困难。在玩之前在玩新手，哦，新手好简单啊，死了超多次，所以这次玩老兵会死多少次呢？总之，我是想尽快将这个结束之后呢，我可以尽量再拍新的单元了。新的单元呢，我打算拍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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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上次在某一部影片我也讲到，但哪一部我已经忘记了。打算要拍决胜，不是决胜时刻了，就是什么像是刺客教条第一代啦，因为总得要让大家知道第一代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还有那个。我在碉堡里面还会中弹。再说啦。然后就像我说的啊，就是我打算拍那个决胜时刻，不是决胜时刻，刺客教条第一代。然后呢，一堆人。刺客教条第一代，还有战力深邃。战力深邃第一代这个是不错游戏，但到第二代的时候感觉就是很弱。也不懂为什么，第二代的时候玩的时候就不是第二代了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外公啥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不是守在这边吗？在看小王子，就是战力深邃的下一代作品，就是最后曙光了。就整个整体玩起来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就是我要怎么解释？就是一种就整个玩起来就是感觉没有那个感觉，我还讲什么东西。然后刺客教条一代呢，就是因为有刺客教条一代，才会有后来的刺客教条二，甚至是大革命作品。所以我说，你觉得要一定要把那个玩出来，大家知道啊。然后要我干嘛？上去吗？不是啊，上去不是上去。要干嘛？这里，这里这个黑的国佬啊！哎，我走错了，我被卖了。好了，过去炮，扫一下。卖吹，我来找，我投单位了。我靠，我啊，要死！哦，死掉了。马上死掉，这其实是废话。我们要找迫击炮单位嘛？问题是在哪？我都不知道，在哪？找到了，迫击地，干掉了。我手上这把是春天，然后这些满地的尸体，不知道谁干掉的。激活，其实不懂哎，他那个有瞄准镜跟没有瞄准镜，重点就是我要里面子弹了，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拿的？乖乖呀、啊！我这边干的是被一大票人冲进来杀的。哦，汽车！才刚讲完，又死了。好了，看起来还是一把拿两把，真的有点问题。我得尽快打赢这场战斗。虽然有种冲动很想尽快把它改为简单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为了开片，还是要遵守一下自己的那个潜规则。就是一种所谓的那种一种坚持。哎呀，碰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碰到了。哦，飞机舱。哦，不对。啊！不要不要！快躲！撞死！游戏是撞死！
我这边救命。没有人仗势的说他丢进来的、啊。死亡解决一些问题，没有人就没问题了。听你的屁。老兵难度，我真觉得吃饱没吃两样玩，才这样玩，这玩不能按了。地上还有一波编队，但是我过不去啊，那一堆人，你要我怎么打？我看看，打不完了，不好意思。打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为求胜利，不得一切。哦，后面会弄。他在哪里？死。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。这种这里过去没得干。刚说完。到了，一阵。哦，这边好，快快快，稍微一点，下一个。哦，前面有，我上过去也会死的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我是安上良民的，打我不好。看到了，哦，这里知道。死了，死掉了。哎，那个还有。打完吗？没有，多人吗？快走，快走！哦，有的，快跑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这边东南边，这么远，哦，烟雾走了。看看，我怎么看不到、啊？哦，快死，快死，快死！保护我，保护我！我要去，看到了。哎，这边，看着我一枪，我枪一弹，是最真实的战争。卡住，哪里？我死不掉了。我操，很弱，问题是我打这些人，打断你膝盖，让你把当冒险者。没有破车，我怎么不能打啊？超多人的。完了完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快逃快逃快逃！留在留在闪电坑里面，完了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！害怕战争的一定会失败。我这边记录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拿一把冲锋枪好了，你就不要春点了，就拿 MP4。我太笨了。我不该捡武器都站起来，反正都已经知道下场，下场教训，就赶快拿一把枪要上场跑就好了。跑快跑快跑！哎，我被拿错了。跑！好，这样一个没事，那没事，又抓。看，看，电话真好吵。我接一下电话好了。哇，超大声的！不用了，有人接了。哎，家里电话。嗯，好啊，可以继续了。哎，后面有人。潜伏者方枪手。上个了，我现在这个情况下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跑，别人在打哪里我都不知道，哪里有枪手，为什么就被打到？是谁打我？有过就要轰嘛，你打完轰掉，直接他们烦。
靠榴弹枪的位置。再躲到防空洞里面，再往上打过来。有四根冲枪应该是可以的。不，有三个破提高分队在前面，但是后面打不到。我在旁边就一堆突击人和攻击人，这边看不到那个破提高分队。对，蛇犯规者。在战场中，移动者一定要蹲低。不然会死。就是战场上一种的所谓的梯式，梯式是也不算梯式啊，是一种基本常识。因为战场上如果你不蹲低的走路的话，就是会被那个就是手榴弹攻击你。看，喂，好险！好，解决掉，剩下最后一局。我刚好以为我真的要加个细堆，我超害怕的。我操，你炸好烦哦！哦，怎么办？要快下午，经不起下午。在斜前面的地方，赶快解决他。好，解决的，任务完成。上面那个碉堡是那个抢救雷人大兵所出现过的，那个通信基地台的那个。什么？救我！救我！我中了高地。好飞！这个混蛋挡住我了啦！这没有人这样子玩的吧？就死了。然后我也知道位置了，你先出来。哦对，没不要不要这样，太危险。同样的，跟着队伍跑，他们如果没死的话，我也不会死。而且就算他们死了，他们也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才伸出来。我们开始移动队伍，移动到那边前面。我先移动。我现在很安全。跳跳跳，以保存游戏，这样就够了。收集弹药。好的。我换手枪了。不要松懈。这问题是我也没松懈啊，我都被打个智障而已啊。加兰德吗？有没有？卡，那个汤姆森，没有汤姆森。我站好，现在 P 的位置。破体掩护，敌方的破体大炮轰轰炸。好恐怖哦！现在如果出去的话，就会死。你头就会开花。大概把木桶狙击，木桶带瞄准狙击，可是问题就是它的子弹跟机头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那个子弹，可以不可以看到什么？
知道吗？靠近地背。没有人这样吃的、啊，就这么多核弹。好多了，好多好多了，快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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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超多了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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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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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多人好多人，救我救我救我！真完了！我帮你做的。哦，你在车？不是吧？什么人啊？哪里？哦，你在车？看来我就慌了，算了。我分享就行。对。离开这里。哦。靠腰。看到，看这里。喵嘞，被炸掉了。战争是如此可怕的，要不我们就不会喜欢上他了。屁话，我也喜欢战争，你给我讲。我会拿我的技能换这个，我们要开点，用这个来开点。打！哦哟！这死光头了。知识啊，就迷离火弹，我也会丢。少看我啊！我现在去哪里？我没有看到，不是？啊，从哪边跑出来？那边有什么？看一下我的望远镜。就是那地方。我被干扰轰到了。保护我！太多人，太多人。这个好像一个烟雾过去，谁会要我？失败，还是不行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因为抓距离不对嘛，可是这边储存到了，还是首先归回家去好了，等待保护。好了，这边把核弹往盖住。如果只够一个，一堆有人把小混蛋冲过来，真是没办法。都跑光了，要死了吗？好妖怎么样啊？都看不到。乔治华顿，乔治华顿，那么不然我跟着大哥好了，可能比较安全。不要跑掉，干嘛？我带赛哦。不能别吧！哎呀，忘记了！机车都烧没有人，胖子！好妖，人硬！走！就过来了。哇，你这车来了，又从西边来。不要吧，一个车车往前打。之前打是因为老兵打，不是老兵感觉出来。这次打那个超级难听后我轰他们，还是回堡垒去支援一下救命一下。不，休息一下啊，等到核弹飞起来，核弹不用急，超级厉害。应该应该安全，放弃一点兵器，那是半安全的。不死，看不起。好多，超多人的，
死定了！我干他！咚咚咚咚！神走位移！壮烈成人！耶、，Bravo！ 还有一台哦，还有一台没错。哎、提高，没碰到。耶、援军，耶、快打赢了，太好了，然后。援军要五分钟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终于啊，援军在五分钟就到了，不过这时候我先捡，我就要捡那个什么白狼宁，我要捡白狼宁来用。不行，会被打死，我会被打成西瓜饼。好，这次我跟同伴躲在一起，让你看看那个火箭炮的响尾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干！屁啊，眼睛这个虚实啊，等我。也真的原始，让我看看外面长什么样。看不到，这里也看不到，这边也看不到。还是我应该躲在地道，地道红。哦，好了，等等啊，手指断定，让我们进入地道。哦，好狗。哟、我打错人了，我打错人了，谁叫你就长一样，不好意思，我就看到那个雷人是乱打，哎，我需要弹药，我呢，我跑哪里？别来了，好多好多好多，看哪里没有吗？挡住！北北方，北方，北方！北方挡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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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被挡住了！不要，你还是不是？哎，没有，打我！呜、哦，机车，冲啊！站前面，站前面，前面！回太猛了！看这滑他的啦！不行！你要我怎么打？别开玩笑，叫我怎么轰？你不是坦克车从那冲过来了，你要我怎么打哈、啊？刁难啊！还多少人？你没装挡、啊？我还是守边好看。乱打，现在的我都是乱打。混蛋！不行不行，不要看过，不要看过，不要看过！小黑来，你又输一个了。嘎，牛逼丢！哎，我被炸死了。屁呀、啊，太快了吧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拿白狼了。杀啦！啊！北方受到突破，我还是归在一个地方好了。算了，投降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要这样子的。当初到底神经病发出来是这样子？为什么穿我老兵啊？疯了吗？我已经疯了，我老兵。有，跟刚才一样的，这样子。妈，你屁呀、啊、你胖子！
干，为什么他没死？我不要再重新再进真人了。叫过我，结果这种是死。我要换别，我不要换什么。维西，我干什么？空中死啊！我再来了，不好！现在就有绿，真的直接解开。在同伴攻击，没打我。我是要看人就乱打。送死！哎，别挡我这边，会打死。对，不是坦克来了吗？有吗？不是来了吗？没看到，去哪里了？不是吗？是啊。上！用了两分钟多来，我再给你个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因为打赢最快最长，快要我命，要我命三千，这么多人干什么？多远点，多远一点，反正我们只要没死就可以。来了！我屁嘞！什么东西？我们不结束战争，战争会结束。在哪里啊？这个我干什么？哦，我这边没有。神鞭打！靠人头来打，谁打我？靠！你在库后面呢、啊，师长也打我。德国是坦克一上，谁有邪乎啊？要开了啦，看不到啦！看到！不来！靠！要什么东西？亚里士多德，居然是你！原来犀利，亚里士多德！感觉我这么危险，这队伍可靠，他送我头。就是先去那些王灭掉。滚出啊，胖子！别打我！再丢啊！胖子，再丢一下！别！别动！我这打不打？厉害！那一块装甲，我上面没有人，不要浪费我的火箭弹。我说，我还可以摇。没地方可以躲。厉害，好多人啊！真是。完了！加个西龟！完了！好多游戏，但是好多游戏是死在这个地方，像话吗？难道我大势已去？好险！还在丢门旗手榴弹呢。哦，超近！死！再一分钟！坚持住啊！我是指我坚持住。有人啊？这还有人？太多！
干什么？好像变我口头禅。超多人了，你好人。上啊！这次打不死他，放你。死了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个强势。哎，这是输人。地图上都是红点。西边耶！轰炸机掩护。我们要赢了，我们要赢了呀！剩下战报。啊！是我在动。啊！耶！确实，胜利！冲啊！我们的战斗飞机，确实。我现在开始嚣张了，往上跑，先跑！啊！装甲车啊！呜！赢了！耶！胜利！胜利！猪八五！德国虎式坦克。看，在轰炮，穿过去了，不可能，再发，呀、yeah! ！胜利，夺天使，是首当，今天要狂欢派对。哎，呀、yeah! ！哇，好像几个，我要开始，呀、yeah! ！乱打，机关枪先别急。打碉堡，打车子，打小花，打木箱，到处把超级德国枪，这是什么枪？德国狙击枪，哇，那么金光闪闪的！啊啊啊！身体飞扬，子弹中前面乱打，好扫射，好累啊！站着死去，跪着求生，什么鬼东西？胜利！